告时间吗？麻烦了。是跟张书豪的合作的片。对对对，跟张书豪、小虾还有郝邵文，对，一起拍的一个很喜剧，爱情喜剧。爱情喜剧，可是又很感人。对，那我觉得还没拍完，所以明年再说。不过我真的觉得，那明年大家那些女主角都不要参加好了，因为你每年作品报名都会拿影后啊。那麻烦大家请都不要参加，都让开喽，直接保送第三座的黑影哦，人气洋洋逆光飞翔之后，太厉害了。就是少一点女生，就多一点胜算。少一点对，现在已经开始就是拍第一部国片了，今年的那也还蛮期待，就是下半年其他的制作跟作品，我是希望今年可以拍一个两部片啊之类，两三部。